创造模式如何通关麦块？这个应该不用我教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宏月。那么今天呢，要想办法利用创造模式，然后来通关麦块哦。这个呢，也是很多观众啊，就是一直在下方留言的，说什么要让我轻松一点。但我们玩麦块追求的当然不是轻松，而是要带给观众最完美的观看体验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虽然说是要用创造模式来通关，但是呢，我必须给自己加上一些限制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如果玩创造模式会有一些特点嘛。第一就是我们打开背包就会有很多的物品供我们选择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必须从头到尾不直接偷拿里面的东西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如果用滑鼠中键的话就可以取得方块，这件事情呢，当然也是要禁止的。因为这样子我就能够透过很多不法手段来取得方块哦，这个也是必须禁止的。再来就是第三个，我们创造模式对不对？已经这么简单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的显示距离必须调低一点，显示2，这样子呢，应该会再更难的一点吧，我觉得。再来就是最后了，我再给自己加一个限制啊，也不是说限制啊，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在一小时内通关麦块。我们有创造模式一小时，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吧。总之不管，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开始吧，直接开始 ，Go！ 啊，对，然后忘了讲啊，创造模式还有个特点就是可以飞嘛，我们当然也要禁止飞行啊，能用跳的就用跳的，好不好？那总之我们目前创造模式其实，木头是打不了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村庄哦，赶快看能不能把村庄找出来。等一下，这样子。好像有点难玩欸，我目前显示距超低，然后我又没办法得到物资，再来就是我们还要在一小时内通关，是不是有点难啊？但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。如果我成功做到了，好不好？就请各位观众帮我点个喜欢。那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能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用尾声讲一句话好不好？总之不管啊，我们现在时间还是很有限啊。奇怪，这村庄怎么那么难找啊？不能飞好像真的还蛮难的，各位，蛮难的。总之，我现在应该要先找到草地、草原才对吧？但目前都是森林，也没看到像草地的东西啊。这不对啊！不对啊，各位观众，我目前已经走了10分钟了，我没有看到村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很糟啊！要是我打掉这方块的东西就好了。目前，我找到了，哇，这超难发现。我天哪！我终于找到一个村庄了。可是这种村庄会有工作台吗？我不知道。而且床我们不能收集哦，因为你们知道的，我们打掉床就爆了。我要开到箱子才能够拿到物资哦。赶快赶快，这里有没有箱子？怎么感觉都没有啊？不是吧，各位？你们知道吗？有箱子，我箱子，这是唯一一个箱子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就来看一下，拜托拜托，来个好东西，来个好东西。怎么会这样子，各位？两个绿宝石，三个皮克，就这样。What the fuck？ 不是啊，这真的让我太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想过这个村庄啥都没有。他有的物资就是一些没啥用的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再找一个。反正我已经找了一个，还能再找另一个的。哦，有，我找一个，然后这个呢是铁匠铺，我们来看一下铁匠铺。一个帽子，树苗。好啦，加件拿一下。然后看来这边也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就个垃圾啊！我天哪！我再出外寻找，看有没有其他东西好了。各位，我找到一个有用的东西了！我天哪！哇，废弃传送哎，可是这个我目前不能用。我现在看一下这个，一个黑曜石，然后有金，哎呦，这个一看就还缺很多个啊！哎呀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子啊？各位，你们告诉我，我这快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走开，你这个垃圾！妈的！我到底为什么要玩这个垃圾挑战？过30分钟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没找到半个有用的东西，我就在那边一直跑，天哪！
唉。哦，各位，我们目前又花了一点时间，又找到一个新的城镇了。这个是森林的，森林的好像有机会会有工作台耶。只要我们能够再找到一些哦。啊、哦！有木头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终于有用，终于有用了。可是我还必须找到工作台，我才能合成东西哦。毕竟我目前没有合成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哦哦哦！合成台在哪里？看到看到，然后再还有箱子。不管不管，总之我目前有合成台。我想一下我应该利用这些合成台做什么啊？我们利用这些合成台再做一个合成台，然后。我还蛮想试一件事情的，我们如果制作工具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会不会能像早期的冒险模式一样，就是它会掉落东西啊？我不知道。总之，我们做了一把木镐，然后呢？哎呀，它不会掉啊！哎，这就没用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。我们继续照看这个村子有没有什么有用的啊？好的，看来这个村子一样没啥用。啊、哦，天哪！哦，我找到一个箱子了，里面有更多木头，然后有一些铁粒，然后面包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好像有办法做一件事情了，好像有办法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创造模式嘛，破坏东西基本上都不会掉到掉落物，可是好像有个方法可以得到掉落物、哦。首先，我们先做个半砖出来。有了半砖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附近找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是砾石，砾石我们破坏是不会有东西的，可是可以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然后我们收集一颗就好，其实不用收集很多个。有砾石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我们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这样有办法拿到碎石吗？我就不确定哎、欸，好像不行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我必须再做其他事情。我先找个沙子好了，沙子也可以用同理的方法吧？对对对对，我们可以多收集点沙子，收集了够多的沙子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呢要来去制作一些东西哦、喔。这里是洞窟啦，我们先进洞窟一下好了。因为我会需要洞窟里的一个东西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是创造模式，我在想什么？我直接降下去就好了、啊，有没有？直接垂直往下就好，我完全把自己当冒险模式了。等一下，我来到一个大洞窟了。然后我目前来到洞窟之后呢，我来看一下哦、喔，哦，看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了，没错啊，就是苦力怕。我们现在呢，先好啦，做一把那个木剑，接着就是把它砍死啊！呵呵呵，我们取得火药了，没错，这个就是我需要的东西。我们继续找，继续找，找到最后一只，找到最后一只，呵呵呵呵啊！耶，我们达到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五个火药。然后四个沙子，我们就可以做出 TNT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做一个引爆装置，也就是按钮。有了这个东西之后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直接把 TNT 放在这里，然后点一下。哇，天哪！哦，你不知道我为了……哎，阿木头，你不知道我为了取得 TNT 花了还蛮久的时间，这么找苦一话。这样子我连石头都有了，太棒了！好了，那总之我们目前已经有了 TNT 和打火石嘛，那接着我们一样啊，就是要赶快来找黑曜石哦。我现在黑曜石真的一个不够，但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啊，因为我只要找到废弃的传送门，应该再找到一个，我应该就可以开门了才对，应该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等一下各位，我是不是弱智？我现在发现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哎、欸。我真的一直把自己当冒险模式哎、欸，我是创造模式哎、欸，我只要拿到一颗黑曜石，我就可以去地狱啦。不好意思啊各位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创造模式速通过，我不知道我是创造模式。好啦，我们进地狱。然后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跳下去应该是没事啊。
因为我们不会死啊。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来尝试一个技巧？我们耗一点木头来做船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比我想象中难一点，好像要到接近岩浆的时候才跳，是不是？好像还可以啦，啊，熟了之后其实没有很难。OK， 那我们花了一点时间，终于是来到这个地狱堡垒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找烈焰使者哦。哎，不是啊，这地狱堡垒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完全看不到生活装啊。哦，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可是各位知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吸到，白痴哦。我在这边要跟各位说个悲报，我目前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一小时了，基本上，哎，各位懂的。哦，有啦有啦，啊，然后烈焰杆的话，我们只需要一根就好了，因为虽然说我们只能合成一颗眼睛啊，可是我们只要拿在手上使用的话，那个眼睛就不会消失，所以其实只要一颗就好。然后接着我们就是来去找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找堡垒机吧。哦，这里有猪人哎，哎，其实我有金哎，可是金这个丢掉就没了，这个比较麻烦。我果然还是要找那个堡垒机会比较好，不然的话金哎，我找到了，哈，什么鬼？有了这个金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放出来嘛。然后用天梯炸掉，这样就是无限复制金哦。虽然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么麻烦。哎，然后怎么感觉有人在打架？你们别那么激动好不好？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不需要这么多金，你知道吗？严格说起来，只要能换出一个珍珠就行了。总之来啦。麻烦你给我珍珠好不好？给我珍珠，哇，这里好多啊！这么多人，我就是喜欢，好不好？来，我马上把金都丢下去。你们赶快把那个珍珠给我啊！然后我们先把一些身上的垃圾清一清。哎、欸，等等，那、啊、你就别丢。这样子的话，我怕，不然的话，我怕我的那个捡东西珍珠会被吃掉。哦，有看到珍珠，哎、欸，看我，等一下，我背包满了，哎呦，给我珍珠，不要给我垃圾了哦。哦，捡到，捡到，捡到。接着我们就直接好不好，合出眼睛，然后再丢掉。接着我们还有黑曜石嘛，我们直接呢就在这边搭一个门回去啊。嘿，耶、yeah ，然后就朝这个方向啊，终日祭坛我来了。哦，找到，找到。然后就一样啊，因为我们的眼睛不会消失，我们就直接 ，yeah， 接着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龙打很多次了，剩下就随便打了。好了，该结束了，这次，哎，失误，结束 ，nice。哇，然后他怎么在这边躲啊？OK， 回去喽。然后呢，我们终于啊可以把视野调大了，我真的快发疯了。哦，那总之呢，我觉得创造模式来通关麦块，严格说起来啊，如果我没有加那些限制的话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可是就因为我加那些限制，我觉得好不好，它比用和平模式通关麦块还要麻烦很多。其实也不难啊，但就是花的时间要稍微多一点就对了。那总之，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到这，感谢观众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输了，来来。